喂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石，好，继续剧情吧。好，走。看这边应该是没东西了。好，打字机跟箱子。蓝色药草，存放。闪光弹要不要留着啊？手榴弹。绿色药草，蓝色药草，好，存档。明明可以下去，是要去下水道了。感觉我弹药好像不太够啊。闪光弹，欸，我子弹没了哦。绿色药草，红色药草，组合。看一下这边，三，好，走。这个东西吗？寻找 A 打。这边的话，中间水道前往水道底部的房间，有一个浣熊先生，所以应该不是这里。好脏哦。
口去。然后我现在有两个地方，刚看到影子，这个人跳不起来，就知道你会。电子零件，然后呢？所以要再回下水道。我刚看没东西吗？
嗯？嗯？是误会什么吗？这是你东西啊？诶，所以上面应该也没东西嘛。这边快转掉啊！然后我知道要去哪里了，那个插销不能先拔啊。还没死啊你！这里，好，这里没有。哎，那浣熊先生呢？浣熊先生，你在哪里？浣熊先生。看一下浣熊先生哈，中间水道在后面大红灯的门上。看起来不是这了，好，走。好像游泳不是。没事哦。
小刀快没了。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我听到枪声也联络不上我的部门主管。这一状况，我在担心 NEST 遭到病毒污染，真不敢相信故障，安全系统完全没启动，是外面有人在捣乱吗？梅尔和金都死了。哦，我是总监，原来这都是你们。我有没有中毒啊？没有。哇！不够放了。最重要的东西竟然不能放啊！哎呦，这，太好了。先看录影带啊。死掉应该就是在楼梯间死掉那两个士兵了。你们工作比皇后高贵，比骑士体面，比兵卒更讨人欢心。这个是 OK 有了，刚刚从这边下来的哦。下水道地图，就打开这个门嘛。电子零件，所以看起来要插完所有东西，对不对？
哦，解谜嘛，OK。我知道你得把它的分别插入每个终端机。好多插头。我看一下。哦，玩那么久，5个小时，不过玩是简单啊，所以也没有必要3个小时内通关解锁无限子弹。南边可以看见一段影像，然后有下水道地图。南边发现叉烧解谜，先不用管，从东门出去，然后这边有枪托，好，先不用管是吧？主教，OK，宾主，哎，这个什么？这是主教吗？有些被撕掉啊，那这个先放回去。蓝色药草。这个存起来，这个先放着好了，因为这个还是会用到。那我们先存个档。好，Go，这里吗？我看到僵尸了，先走右边吧。这个路，他是还活着。啊，断了。右十二，左趴，左二，右十二，枪托。组合，迅速。那我想走哪里？可是，我还是找不到第二个网球先生呢。我要到下水道用品储藏室下层吗？
下水道用品储藏室。在哪里啊？我一直找不到啊。工具写成这样我不清楚啊。因为我怕遗失那个收集道具的要素。算了，我先往前走吧。吓我跳 ！Bitch, bitch！ 你一定还没死。就我的经验来看，你就是没死，对吧？水要抄，OK， 这是一个人群区域嘛。这里。好，是怪物吗？吓我一跳，不是。哦，是刚才那个我被我打死那个啦。哦，我想走回来是升降梯那边吗？剥削。什么啦？哎，我手榴弹怎么放回去了？其实可以不用打。不要，不要。咬屁哦！好，我知道在哪里了。然后我们先把一些道具存放着。三根枪是不够了。嗯，散弹枪，
没有散弹枪子弹哦。嗯，黄色的火药还有两个。麦格龙先放过去，好，先这样。左边啊，左边没有过去，难怪一直找不到，所以要朝。啊，这个啊。ID wristband required for cable car entry。送达格列保险箱。这下水道也太大了。哦，那时候从右边那边出去的，这边其实还有一个。使用。有，钥匙。上面是什么？哦，这坏掉了。刚好饿了。Oh my God, what the hell was that? 它会动吗？好，走。吃我的闪光弹啊！快跑快跑！走开！我血还很多。我想浪费子弹，这样扫到他吗？可以。哎，
红色药草。蓝色要蓝色跟蓝色可以组合吗？不行，那就这样吧。组合，组合，大太多，大太多。这没东西，刚从这边过来，对不对？这边没东西，哦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好，下去。我擦！先把它好，就这样。呜呼！我有动作吗？没有。OK。好，这些拿回来，那我势必要丢个东西出去。啊，可是这两个好像都。组合，然后这样子满的，哎，不对不对，我走出去嘛，哈。我想一下，刚刚是把这个插到这里嘛，然后可以从这个门离开。也是，哦，就刚才回来，哦 ，OK。所以我应该有一个要插这里。好，所以这个拿回来。是吗？是这样吗？这个要拿回来。那就把一个吃掉吧。一个插这吗？然后先把进去这个先插进去，这个，然后绕回去，把那个拔出来。
这个拔出来。到底谁这么设计这么无聊的东西啊？气死我了！拿回来，好解决。然后趁现在我防御很高，赶快回去。哦呦，你怎么在这？靠腰，快跑！啊，给你闪光弹啊！你两手跑进去都这样都不会有事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我回上去。可现在那边我……啊！最后一个。拜拜，我没事。先回去放东西。这有没有放对啊 ？King 吗？这是骑士，可是它是绿黄灯的，黄灯是对的意思吗？我看看，骑士城堡主教，主编到里外为骑士城堡主教。我现在有的是什么？这个是国王，国王跟皇后。是国王。插出会有什么反应吗？我是来插，不会，它不会有反应。好，先这样好了。然后还有几个，一二四，还有两个。好，我们这集先到这边结束好了。那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主页换图片，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可以看解，打开电话更新影片，影就送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支持收看，拜拜。